12名死刑犯枪毙，要加紧防范，别让他们跑掉了一个。知道了。嗯。后天。怎么？帮他们送饭？ 是多年的街坊邻居嘛，给他们准备的热包子，让他们吃饱了好上路，不要走饿死鬼呀！哎，你说的对。时候到了。 晚上5点钟，我给你们做一顿热包子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别客气，我们这儿送冤死鬼，可不送饿死鬼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你们哥们的事，大家都明白。 三个人当中有2人是冤枉的，这吴处长的少爷到底是谁打死的？你们为什么不说实话呢？我打的，我打的，我打的。吴处长少爷明明是心窝里一拳要的命，是一个拳头，不是三个拳头。这是你们兄弟的义气，可是你们想想。 三个人都枪毙了，留下了一个60岁的老娘，谁养活？还指望吴处长法外开恩，付你娘一笔养老金呢？现在你们供了实话，交了真凶，明天早晨，死一个活两个，赔不了老本的，是我打死的。
跟他们无关，我打死的是我。你们娘怎么办呢？大哥，小弟，你们不必替我担过。人家说的对，咱们死光了，娘靠谁？包子我一个人吃。哎，明儿早上我偿命。 我要是有你们那群的能耐，早就把那个小王八蛋收拾了。我的女儿也是让他带走的，你们替我报了仇，替地方除了害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人来了，天快亮了，你们吃饱了。 睡一觉。啊啊！他们戒备更森严，别忘了，往上面走是天堂，往下面走是地狱。这些包子你们收好啊！啊啊！老四，道地的茅台，你多喝一点啊！来。 什么生意？哎，别疑神疑鬼的，天都快亮了，哪会有生意呢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嗯。 先生，啊，我给二爷送酒去。好啊，你去吧。王班长，这么晚了，你上哪儿去？哦，我给二爷送点酒，叫他暖和暖和。啊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
老三，走吧。 娘，您怎么知道我们会出来？是那位叫王友良的，到我们家里来。他说啊，今天晚上啊，你们就打这儿出来，要我在这儿等你们一块儿出关去。啊，二爷，啊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好，干！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雷二爷跑了！啊，雷二爷不是在这吗？上哪儿跑了？不是雷二爷跑了，是金家三兄弟跑了。哦，跑了！快请雷二爷出马，把他们抓回来呀！好，我去。 姑娘，不要哭了啊！我问你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金流山。好啊，这山可是出金子的，不出金，出流。咱们是死里逃生，流里淘金，就在这落脚吧。不行啊，这个山上罗大洞这霸占了，别人是占不了边的。刚才那个混蛋就是他的徒弟，他带着这些徒弟在山里称王，谁也不敢惹他们。 看你还想不想在金流山上讨认识？老大人，老大人，什么事？他妈的，山口来要叫阵呢！别哭了，快回去吧，别再到这儿来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大哥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。 娘，我们到里边去看看。啊！大哥，你看这屋子里边什么都有。咱们还上哪儿去？在这儿修修屋子。 住一阵子吧，哎，松儿，娘，咱们走了一个多月了，就在这歇歇脚吧。好，这儿也很清静，又可以逃流，咱们就在这儿住下吧。有人来了，不要跟他们闹啊！不闹不闹，您别怕，您在里边歇一下。
兄弟三个初到贵宝地，交接不到，礼数不周，请各位多多包涵，多多帮衬。五哥，别听他们的，赶他们走。不行，这一块要很硬。回去找老大去。嗯。这地方是我们刀口上闯下的江山，谁也别想占便宜。 见你们日落之前下山，要不然，抬你们去喂硫磺炉子。走，走，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。你们看怎么样？走到哪儿都会听见这几句话的。总不能一辈子走啊。对，咱们不走了，不走，咱们修房子。 熊心豹子胆了，不但没走啊，还打算在这摆地盘了。他妈的！我去收拾他们。大哥，不用你出马，晚上我扔几只火把过去，烧他一个鸡毛精光。
我们俩喜欢吧，只要你们喜欢就行了。<笑>明天我们就开始修桌子、钉板凳、钉床，嗯，一样样都给您添置好，包你要什么有什么。<笑>我说啊，有一样你们钉不了的。您说说看，绝对钉不了的。木头钉不了，用草扎，草扎不了，用泥巴捏出来。 <笑>你要说，您说，您说嘛。我说的是你们的媳妇儿啊，用泥巴捏啊，用草扎，用木头钉啊。<笑><笑>你们三个一向是兄护弟。 弟互兄，连挨枪子儿都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。你们兄弟之间能有这么厚的情分，也就是我们金家的万贯家财。哎，只是怕你们之间容不了三个媳妇儿，日后别为了兄弟把三个媳妇儿给冷落了啊！娘，您说得远了，连一个媳妇儿都盯不了。 扎不了，哪有三个啊！<笑><笑>你们都也累了，去睡吧，明儿一早还要做工呢。好，娘，您也歇着吧。哎，我再坐一会儿，说不定会有人来闹架。哎呀，嗯，嗯。
进山，啊，一个人进山，干什么去啊？偷亲。亲戚在什么地方啊？找不着了。你昏倒了？我饿。两天没吃了。咱们这儿也没有什么吃的。我去打猎，我去，我去好了。干嘛仨人一块儿去啊？留一个照顾姑娘。好，我留在这儿，好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了，一个去替姑娘打猎，一个去替姑娘铺床，一个去替姑娘订门，啊，好，姑娘，你贵姓啊？瞧，我们只会喊你姑娘姑娘的。我叫青莲，我爹娘都去世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 好，好，我们姓金，啊，三兄弟都没娶媳妇儿，都是一个人儿，一个人儿。
你在外边去做什么？睡不着，在外边走动走动。怎么？各位有什么事吗？我来问问你，饿了没有？还要不要吃野兔肉？我来看看门帘挡不挡风，别吹着了你啊！我来看看床垫暖不暖，别冻着了你。谢谢你们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好。 是啊，我在掏矿，什么叫掏矿？我爹就是掏矿的，只要他站在这儿一看，就知道这儿有没有矿苗了。你看这儿有没有啊？像有的样子，我已经看了半天了。这要是真有矿的话，他们也用不着上山上去挖人家的矿了。这儿，这儿，跟那儿，让他们试试，每个地方挖4尺深，就知道有没有矿苗了。 Yeah.
你看看这三个傻小子，青莲，让他们去挖吧，你到里边去帮帮我的忙吧。 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他们俩人很久没练过功夫了，就让他们俩人活动活动吧。 你别管，我来照顾，你赶快出去，别让他们俩人吃了亏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来看看青姑娘要什么吃喝的吗？吃喝由我来照顾，你快出去，别让他们俩人吃了亏。哦，太管。你怎么了？ 我来看看青姑娘，要不要打洗脚水啊？滚！三个人，六个拳头一条心，不拉在一起，怎么还能跟人家去打架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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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个儿子不是我的，是你的。 这地方旷大人稀，谁出劳力谁都能吃饭，正常吗？金兄，话是不错呀，这地方的硫矿也采得差不多了，山顶上不但有硫，还有金，只怪我们没有能耐上去。你们贤兄弟为什么不上山顶上淘金，何必在这里混穷，跟我们受罪呢？这山顶上有金吗？可不是，前几年呐。 有人捐了碗大的一颗金刚钻，吃了这辈子不算，还能吃下辈子呢。好，我们去试试。 金松、金山、金林在哪儿啊？我知道，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在这里。先生，别说笑话。可不是在这里吧？他找阎王爷报道去了。真的。
谢谢，老太太，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？我在找我三个儿子。啊，三个儿子？可不是嘛，一个都不回来。老太太贵姓啊？啊，我姓金，金子的金。你儿子是不是叫金松、金山、金林？是的，是的，您见过？很熟。在哪儿？他们在哪儿啊？ 我也在找他们。青莲，青莲，青莲，这位大爷是他们兄弟的老朋友，来找他们做买卖的。 二哥、三哥都没回来。夜深了，等天亮我去找。好，到里边去歇着吧，我去给您沏壶茶。哎，别让他去找大哥。怎么了？ 他是文安县的神手灵官雷二宝，啊，雷二宝就是他。老太太，老太太。 行，只要不让雷二宝找到他们就行了。可是，这么大一座山，我们到哪儿去找他们呢？就是。 知道啊，在山顶，在山顶。
快走，快走！不行啊，让我们中毒了，中毒也上去。快走，快走！去把他们抬下来。走啊，快点！这金流山的风水是越来越坏了。先是来了三个小不点儿，后来又来了个大胡子，再来一个什么什么，他妈的，咱们兄弟怎么混呢？大爷，大爷，门口有几个客人要见你。啊，又来了，什么人呢？还认识我吗？哦，您就是威震八方黑旋风李武李大哥吧？算你命大，我跟他们说过了，你要是装模作样的不认得我，我就让你好看。岂敢岂敢，这位是铁花娘子，这几位是南海三怪，你大概也听说过吧？听说过，听说过。上个月在沙鹿山连做27条命案的，就是这几位吧？是29条。如果碰上什么不顺眼的话，就加1条，凑30。哎，是是是是，大哥，到兄弟这小地方来，有什么吩咐？嗯，我们来找一个人，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怀仁居。怀仁居是个草寮子，2年前闹了一场瘟疫，里边住了个老头子也死了。大哥，您找他。找他的女儿。这草寮子里呀，来了三个拉硬弓的，怎么也赶他们不走，可没见过什么姑娘家。嗯，哎，对了，有那么个姑娘家。哦，眉清目秀的，我为了多看她一眼呐，还挨了姓金的好几拳呢。哦，草寮在哪儿啊？哎，大哥，先喝一杯，喝完了我带路。来，趁热喝吧。站住！嗯，别靠近他们，别再靠近他们，你想怎么样？你说，你说，我吃的公粮，办的公事，我要带他们回去。他们是冤枉的，占民产，夺民富，杀人不眨眼，胡作非为。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去偿命呢？老太太，我们办案子讲究就事论事，不要节外生枝。哼，谁杀死吴大少爷，你就带谁走，不能三个一块儿带，这不是偿命，是谋杀。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也希望他们三个指出一个人来，要是他们三个讲一起同生同死，我也只好照单全收，一道带回去交差。既然不知道是谁打死的，你就带我回去交差好了。我这条老命正正当当清清白白，陪你们吴大少也算他们姓吴的光彩。但我这事是我干的，都想找死，不怕撇下你们这个老娘，不怕撇下你们这个小媳妇儿，快说，是谁打死的？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走吧。雷大爷，我的儿子打死吴大少爷死有应得，你们不能不问明白呀。问案情是法院的事，我们只管押不管问。当天的情形我清楚，我可以一五一十地说出来，其中有半点虚情，天打雷劈。我们镇上一位出名的大美人叫宝姑娘，吴大少三番四次的来下聘，宝姑娘一口咬定您嫁要饭的不嫁吴大少。哎，大帅在这儿呢。那吴大少就带着人来抢亲了。哼哼，他哪里的，
发酒不吃，吃的娘的敬酒。哎，大帅，错了，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俺说对就对。哎，对对。嗯，哼哼哼，咱给他来个霸王硬上弓。哎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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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俺的新娘子呢？在里边呢。啊。哎，大帅，您不能够进去，新娘子在换衣服。管你娘的闲事！是你奶奶的。哎，你不能乱闯。是你的。嗯，哈哈，换衣服正好嘞。哎，你们还不给俺出去？嗯，是。快点。是。把门给俺带上。嗯、哦。嗯，俺的新娘子，哎呀！救命啊！去你妈！宝贝儿啊，快点把衣服脱了呗！哎、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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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放开我！知不知道我雷二宝的鞭下从来没露过人？那是当然了，要不怎么称呼你神守灵官呢？嗯，可是单单漏掉你们三个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那是他们祖上有德，何该命大。哈哈哈哈，那是王班长有胆子，也是雷二宝有良心。我要不是故意喝他的酒，喝醉了你们能漏得了吗？能上山挖金子讨小媳妇吗？啊，雷大爷，哎，娘娘，既然是明白人，您就高抬贵手，放他们死里逃生吧。不能，白费事。我跑了一个月，就为了证明一件事，我雷二宝的鞭下从不漏人，告辞了。雷大爷，我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请起来，起来。我局子里的这碗饭也吃不下去了，我准备到江南从军，后会有期。谢谢雷大爷，等家母有了安置，我们再来找您。哎，就是这个大胡子。大哥，您看这人是谁啊？他就是神守灵官雷二宝。哦，听说他为了杀戮山上的命案一路追下来。嗯，要他来凑30条。哎，散开。他要我们上山去淘金，分明是害死我们。我们找他们去算账去，我们不能白吃这个亏。这都是你们自己贪心，怪人家什么？你们也不必找他们了，只要你们听我的话，挖地找矿苗，我保你们发财发一辈子。Yeah.
用毒化针伤他。是华人居吗？这个就是我要找的胡青莲。青莲妹妹，你是脚底下真滑溜啊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你们打算怎么样？华人居下面埋着的宝物又不是你一张樱桃小嘴可以吞得下去的。青莲姑娘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呐？她就是江洋大盗胡五天的独生女。胡五天带着我们大伙的宝物躲在金流山怀仁居，居然连他的把兄弟跟独生女儿都不打一声招呼。要不是我们追得紧呐，这批宝物就跟硫磺一样不值钱了。哼，你骗我的儿子，挖地洞找矿苗原来都是假的，你是另外有你的打算。挖着宝不比让他们挖着硫磺要管用吗？哼，不必多说了，大哥瞧着办吧。嗯，你们统统给我走出来。出去就白送了这批宝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咱们还是走吧，咱们不稀罕他的什么宝不宝的。你们可要想清楚，等别人挖出来别眼红。我们不出去，等他们过来。不出来我就给你们开个榜样。Hey!
小妞知道。老大，我到后边去抓他。先跟他们兄弟拼，咱们坐收渔利。出去替我打那些王八羔子。是，老三。
哎哎哎